梦见吃瘦肉。梦见吃瘦肉预示着近期你在家中的生活过得很好，就会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感觉不用再担心吃穿。商人梦见吃瘦肉预示着近期你的生意有机会获得成功，有可能会赚大钱。病人梦见吃瘦肉预示着近期你的身体很虚弱，似乎要好好的补充营养，千万不要在乎钱，要不然就会苦了自己的身体。职员梦见吃瘦肉预示着近期你有机会可以得到升职加薪的机会，记得好好把握机会，身边的同事关系一定要处理好。老人梦见吃瘦肉预示着近期你一定会健康长寿，子女非常的孝顺，将会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生活。